จะไม่ชนะไม่มีคำว่าอ่อนแอแม้วันนี้จะมีน้ำตาหลังจนฟ้าเลยตา这种人工采摘的榴莲啊，反而是价格比较便宜的。树上采摘是泰国榴莲的采收方式，在榴莲七八分熟的时候就摘起来，冷冻后运往世界各地，然后在当地催熟再进行售卖。所以泰国榴莲普遍是气味不浓，价格不贵，适合新手入门。而高级榴莲爱好者的天堂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榴莲严禁人工采摘，必须等榴莲完全成熟后自然掉落，不需要人工催熟，所以马来西亚榴莲会更香、更甜，也更贵。价格最贵的猫山王榴莲和黑刺榴莲都产自马来西亚，当然泰国榴莲便宜，那只是相对来说，榴莲总体都很贵，毕竟是人家拿命换来的，大家且吃且珍惜。